台长帮我解几个梦、啊、我梦台长我梦见那一个人在我的心脏位置表皮放了一打很小的晶片，他说我去哪里他都知道的。梦第一段我去了赌场，赌场的人讲我不能下赌，我身上有带有那个电子的东西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护法神管住你了，你最近的意念不干净啊，赌场了、哦、我意念不干净啊。哎，你不要赌啊，你这个人过去赌过的，听不懂啊？哦，这种也是管得很严啊。那当然了，你这个人呢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样一辈子都修不出来的，听不懂啊？哦，啊，明白了。啊、明白。我觉得总业障很小。你觉得你业障很小啊？啊。你的业障跟你的鼻子一样大呢。啊，明白了，我会改。嗯。